三省公共造山乐园老骨塔伫一百零二年十月份来启用，底建两千外塔位，目前已经只剩746个。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，三省乡公所伫一百零三年搁再规划第二期，并且伫日前来完成。甲即马伫旧塔的316位有主的森林无算过去的，公所也伫乐园设置了两个免费专区，为4月13日开始开放家属登记，选为进塔来安放。102年10月份启用的三省乐园六骨堂，第一期的2069的柜位推出了，欢迎真热烈。现在只剩下746位，所以三省乡公所去年又规划了第二期的4644的柜位日前完工，预计4月13日开放定位，来应应着民众的需求。到目前，到今天为止已经销售差不多60%哈，剩700几位哈，所以咱马上第二期。咱就是规划落去哈，所以咱第二期会将近伫4月13日哈啊开始要来推出啊，拢总这个六骨位啊有4096位哦，啊这个第三期的部分哈，咱会做一个2000几位的保留哈，所以咱乐园总完成了哈啊，伊的总量是啊9091位。另外，三省第二公墓古塔目前有316位的有主森林还未清算，公所嘛将去乐园设立了两个免费专区，对4月13日开放有意愿要来清算的家属来登记选为进塔安放，时间到6月15日为止。伊这个古塔内底都初初开始有这个648位的这个先民跟先灵去内底啊。其中有218位是无主的哈，那已经是有在前线的人士哈，这个合作之下，拢已经迁徙过来咱的这些农民这些所在哈。预定7月都要做一个完完了，如果拿家己自行未来家属自行未来迁徙的哈，请大家伫4月13日开始，加这个6月中旬哈，大家来登记哈，大家都会当看一个好日子，都会当迁徙过来哈，迁徙过来这免费的专区。三省第二公墓的古塔今年会全面来拆除，乡公所预计7月份举办发挥，假使在期限内底还未清算，公所也会刷去免费专区来存放。宜兰新闻记者刘孝珍采报道。